哇，这些活猪是怎么回事？这有一个红色的是什么？哦，看不到了。大麦球茎。而且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校团啊！对啊，这是最惨的一个。外星化石，化石，化石要哪？化石？在那么远的地方啊、哦，超远化石就有点蓝蓝的哦，这里会摔下去。然后这里有莫林石哦，莫林石需要哦，猜猜谜。好，哇，这里其实说危险的话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哇，这个哇，这么危险的吗？好黑哦，看不到哎、欸。就谢了。盖过去吧。是没有用，卡不上去。感觉是可以线过去啊，因为啊铺的也可以，因为上面好像还有路。那边是不是也有？不是，取消。好啊，上来，下面弄毛，那有就莫林挖那石，里的莫林石，嗯。对。我现在子弹很缺哦，大家哇哇哇！要准备是不是上面吓挖死不到？我了！上面还有，等一下哦。在上面，在上面。啊，我没有泡棉可以用了，用完那了。我看一等一下啊。下，那我用，标一下那个点吗？好啊。有，挖过去的。走哪？哦，看到了。哎呦，应该可心。以吧？好像不太行，这样用剩下用挖的吧。蛋72。你这矮人讲话都捡到枪哎、欸！还好听不懂。那你刚标记的时候，他说你们是瞎的吗？在这里。超凶！对啊，超凶的！啊！哇哇哇哇哇哇！怎么？突然有虫群！踩在一个很危险地方。有两颗炸弹。我回不去了。有虫。一个纸质虫，对啊，下来了，我现在有点畏惧。哇，这也好危险啊！巧克力，你的斧头啊？我斧头怎么了？在这里。应该不是吧？我刚刚没有丢了。他有时候丢了，打死怪也捡不回来了。哎呦呦！哎，耶！我回来了！哇，地板要裂了，地板要裂了，地板要裂了！大家小心，大家小心！没事没事。吓死！但是就这样，可走路变更少。对啊。哇，笑笑啊！有点太烫了吧？哇会不会？哇！剩下要、啊、要去哪、啊？地形好复杂、啊，到了。我在看位置。我是黄色嘛？那我的正后方。那里是我们刚刚去的。那里呢？那里 是没去过，好像去。对，那里也是有一个小平台区域，看地图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这里有去过，去过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去哪？傻眼。我看啊，哪去呢？嗯，这里。走走走看啊，
这是哪？一样的路吧。来过了是不是？它是有一点回去的路啦，然后又绕一圈。而且我们莫林斯差超多哎、欸，这关怎样？这什么啊？哎呦，研磨机。它可以干嘛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能按啊。把它挖出来吗？好啊，好啊。不需要你，我们各种缺。你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事吗？哦，好暗啊。感觉已经挖得很出来了。矿石研磨机。好像挖了也没什么。对啊，好像没东西。钻头弓。啊？是只有你才可以用，是吧？那不能干嘛？不能干嘛？嗯。那这个嘞？这是什么？未知金属。哎、欸，这里。哦，这个就是繁星刚拿的那个吧？这边那个方块。嗯、啊！怎么那么大颗啊？没有路是吗？它好像不能拿，好像不一样。我刚刚拿的很小颗。啊！那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不要管吧。好。哇！我被困在下面。你的路。哇！也不知道。地狱。欢迎来到那里有路吗？来过的地方哦。我要打他回血，怪胖虫虫，毛毛虫吗？对啊。现在该去哪里？不晓得，我也很努力在看。好啊，现在都滚下去了，没回到西。那这边呢？哎，刚刚那个化石有拿吗？在很远的地方那个化石。那里，等一下，我先看、啊。好像没去过，才那个橘标的这里好像没有，这就有点危险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一个大跳可以过来。啊、我看一下我，地上还是有我们点亮过的地方哎、欸，好像是一开始的地方。差点没过来，有虫有虫有虫。你们看一下，我跑、跑回比较原本的地方看一下。抱歉。嗯，有来过吗？下面应该。哎、欸，怎么还？看哦。对啊，我 这一条就是完全回去了，所以应该 不是这。他一开始就是笔直一条路往下，哇，完了，而且又地震了 ，Oh my god， 这关真的是超哈的、欸，我要。这怎么不敲起来？子弹耗尽，我没有子弹了，弹尽粮绝啦！糟糕！先趁还有护盾，多打一下。来补护盾，靠着炮塔，炮塔。敲死他们！让他们知道我们矿工不是好惹的。哇！好惹的矿工太多太多了。我最后的火焰枪了。敲！敲！
可以吗？好难哦！睡哦睡哦睡哦！哎，我倒下来了。没事。没关系。你不是第一个。救你救你救你！谢喽，感谢。枪三枪三。哎，弹都没了。哇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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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怎么爆炸啊？你怎么着？你小心啊！猜猜猜猜，大爆气啊！猜猜生气，冷静冷静。不是，我子弹快没了。那个还是要用来打强力的怪。哇，而且这里很难走哎。又来又来又来，救命！只能靠电钻跟炸药包，补给箱无法。刚说的就是，就是那里。那里。可是，那你刚过去看没东西，还是下面？好啊，往下走看看，只能这样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怎么上来？有啊，走过啦。这里就是刚刚下面有来过的，对啊，毛毛虫。我们没有纸张。对，因为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消团。这里有一个那个补血的，看有没有。那也太远了吧。该去哪里？我不知道。还是这里上面呢？对啊，欸，有可能哦。Yeah! Yeah! Yeah! 欸，我最后爬爬看我们这上面。好。如果没有，这里就真的是都找不到了。开局。这么强、欸？我怎么找不到红色的那个补血的？挖掉了，巨石掉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哦，好挖了。这里也是来过的、啊，这里有，那是很早就来了。我、欸、真的是看地图，每个点都几乎都去过了。嗯，到底东西在哪里啊？该不会在头上吧？我们无功而返，他会不会怪罪我们？都没有啊，这关好奇怪哦！是不是会不会是在头上啊？房上？头上的话现在也没救啦，我们没办法泡棉。但应该也不是啦，正常，正常也不会。他正常也不会在正上方，因为我看到头上有一些。那个补血的那个血晶糖，那不管，我们先吊绳回去吧，反正就往回家路走，说不定真的走到家又可以看到一条路。虽然我刚刚看是没有，然后它随时间又会崩塌很多地方。对啊，不好认路。正常上面是没看到啊。啊，往回走，往回走吧。对，没办法，我们这边能走都走了。反正他每次地形说不定有一点改变。哎，我，嗯。连回去都忘了怎么走了。嗯，刚刚路边有一个凹洞。这边吗？嗯，这里。
九九九。怎么这么 hard？ 嗯？你说右下角这里吗？这里。还用说吗？左还是右？右这里。啾。哦，后面往上。哎，对啊，像我们之前玩沿路至少消团都还很多，这个一个消团都没有啊！这补血的可以挖一下。哦，啊啊，哦，嗯，对啊，这个土也是往这里挖，没错。哎呦，那里有一点消团，可以挖一下。哼，怎么挖？先不管，先不管，先回去吧。我，风滚草，风滚草，风滚草。烫。那个穿甲虫，穿甲虫。没直接走。哎，我们怎么走啊？哎，你是掉下来是不是？我们没有上去的路。没有，我们刚就是这个救生舱这里就是最起始的路了。我们要子弹的，救命的！拿稿子敲爆他。哦，所以他连蜈蚣返回都不行。你还下去，还下去，我炸他，我炸他，小心不要太靠近。好好好。哇，怎么那么硬？他要烧死你！他现在在烧才有用。对。你不是说打怪会掉弹药之类的？没有，要烧团。我们输了。输了，只能终止任务回家了。他说来的。下一次吧，下一次我们可能这关。要稍微有点速刷吧，因为它越后面过去，就地板能走的越来越少。连补给枪都不能用。喂，我在夹缝中了。来吧，就都细挑挑吧，他至少有经验。直接自杀。我被抓走了啦，还不给我死？好，摔死了。然后把自己埋起来了，我不怕。你要被抓走，我跟你讲。要抓我，抓我！有没有办法追画面？你是不是欢呼啊？ Yeah. 还可以欢呼解脱的、哦。喂、yeah. ，我还在努力。哎、欸，你的炮塔、欸。为什么？死了！我这血掉太慢了吧？后面乱，要被抓走。你马上就被抓了。OK， 死了死了。噔噔噔！啊，这个我们下一次就可以轻松过了。对，可以。应该也许。失败。哎，换我掉下来了。咚！我还是被带走了，这太拖的，太强了这关。对啊，怎么过啊？知道哎，没关系，下一次我们这关说不定可以挑战简单的，就努力过一下，因为它主要是地形啊。嗯嗯嗯，它那个莫林石从头到尾就只有找到一两个，下次再来可以。啊，今天可以休息啦！感谢大家这一天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会。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失败，失败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喽，早点睡，我要去睡觉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根本找不到啊！而且我因为我之前也都一直用 tab 都可以找到啊，刚刚
前后左右都去了。嗯。哦，而且我们失败之后，他反任务换地方了，好奇怪。因为只要是挖矿的都可以。下次再来。新的吗？对啊。不是。到沙漠区。没有，新的要等七等。OK。那你说喝的？歪的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。大老板，什么酒？喝完就丢老板。That reminds me of my first love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等，跳舞了，跳舞了，跳舞了！哎，自己切视角。最好是任务表演时比现在还要好。骑马舞，卷会哦。我觉得橘子舞真的最好笑的，那时候看他们在玩。对啊，甩手，因为简单又挖机啊。好白痴啊！哎，重点是画面还会切成那样，很好笑。哎呦，不同舞步哦！哎呀，可以换啊！换，怎么换的、啊？我一直都是一样。我刚出去进来就换了。哎，不见了，歌没了。哎呦哎，我换了。很老歌的感觉。喂，哈，好，离开画面。再进来，对，就可以换舞。哎、欸，我的，你们两个一样哎，哇！你很牛屁，举在牛屁屁。老板很不爽。垃圾。范围好大，停止跳舞，回去工作。最后就再回来。这件是你的外套。对。要死。关。下个礼拜再来玩。好 ，OK， 拜拜拜拜，晚安。拜。